传来的小将周凯又回到场上来了。刚刚表演完地板项目之后呢，现在要来带来的是单杠，这都是他在北京奥运夺得金牌的项目。项目对，单杠是男子里面最精彩的一个项目。哦，一手是正手握，一手反握，就是你混合握的动作，单背转，分腿向后大回环。然后再做一个大回环，转360，再转二分之一向前的，哇，夜杠，这是高难度，还可以站在杠，对，这是比赛中不会出现，可以的，都是严重的失误的，这是演出才有，这表演才给大家这样看一下。对，第一场的时候他这个动作失误了，今天演的成功了。大灰丸，他准备结束动作，加速度了。对，哦，哇，哎呀，这样扣分扣好多啊！对，退后了好几步。